家人们，来个烫头鱼啊，来个烫头鱼，我给你们吃一下，你们学点啊。嗯，这个鱼看啊，来个烫头鱼，家人们。嗯，你看你看，哎妈，出来这了，烫头鱼嘛，哎妈，老香了。哎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家人们。嗯嗯嗯，我尝尝吧，我来个能烫头的，有个这种，你会吗？我不太会，没吃过吧？刚才看见你吃了，嗯，就往下捋呗，嗯嗯，嗯嗯嗯嗯，你看，哎呀妈，就这样，是吧？对，嗯，非常好，哎妈，还挺香。好吃吧？好吃吧？味道就越子，烫头鱼就一捋这个东西啊，它没吃吗？一缩了，它就弯弯了。嗯，妈、啊、真挺香的。嗯，它这个很筋道，好吃吧？来，嗯，来，先生，你拿个来着。你尝一个。你拿一个，拿一个。哎呀妈，我看你会捋了不？我看。好、哎。我这个不用捋，哥，它自己烫了、哎。不用捋啊？不用捋了。嗯，啊。哎呀妈去！哎呀妈呀，你把头发都给那撕掉了！你跟你说慢点。哎呀妈呀，你看你看你看。哎呀，你真狠呐、啊嗯！你那个嘴，你那个牙是真狠、啊。哎呀，真好吃。你知道为啥不？啥因为你那牙往外掰直有劲儿啊。好嘞，哥。这啥你知道吗？这鱼皮，哎，那得秀。哎。嗯、哎呀哈。好吃。哎呀，香吗？香，我靠，真好吃！哎，来来来，大点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啊，大点捋一个、嗯。这个，哎呀妈，来你捋一个，我再说。哎呀妈，你别拿了，找那个，你找那个。吃这个。一天天的，你这。哎呀妈，看看。嗯这个东西就和蛋仔头发一模一样，蛋仔头发就是这样。啥？我比他头发好看？看嘛，哎呀，他头发跟啥似的？哎，好吃吧？好吃。老筋道了，家人们，非常筋道，烫头鱼，刚出来的。哎呀，贼拉贼拉香。加油吧！哎呀。